金曲歌王萧敬腾日前亲手把自己的招牌长发给剪掉喽，主动向唱片公司提出剪短的他，可是把大家都给吓坏了。但对于这帅气利落的短发，老萧可是很满意。满意啊，我自己蛮喜欢的，因为很久没有这样剪，因为我从小就长发嘛，我本来是希望很短很短，对，就下次吧。只不过要露出这么多脸部表面积，通常艺人们是避之唯恐不及，没想到老萧倒是不怎么担心。因为其实我长头发的时候，我基本上我也都是梳干净，应该以看到脸的这个面积来讲，应该是差不多了。老萧拍起宣传照，不但帅气依旧，更多了几分朝气。而萧敬腾的全新专辑也预计在6月推出，歌迷们要密切关注喽。